陈娜。不敢看我，觉得我的胎记很可怕。哎，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啊？在我最不开心的时候。我知道，你跟他们一样。你们所有的人都有同一种眼光在看。赵娜，你为什么要骗我呢？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骗呢？你猜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在乎你？先生，你没事吧？影响您工作了吗？没有，让我再睡会儿。行。张总监，袁导应该已经把我的要求转达给你了吧？嗯，说了。我觉得开场光一定要针对主持人的出场亮相有特别设计，所以我要求他们必须给我面部灯光造型的方案，还有舞美方面的方案我也要审核，站位必须要突出我的形象。嗯，有道理，说的太有道理了，还是我们想的不够周到是吧？你看着我干嘛呀？想主意呀？明天叫上舞戏组，给甜心姐绑上钢丝，然后滑轮唰把她拉到最上空，然后一开始因为一响一松手，啪，噗，直接掉到追光里。这玩命了，多炫多突出啊！那四图掉吗？哎，对呀，咱是双主持啊。张小娜啊，你成熟点，别那么孩子气。哇，节目还得录下去呢。也对呀。反正我有的是时间，你慢慢想吧。嗯，丹丹，咖啡。你成熟一点，节目还得录下去呢，别那么幼稚。我挺成熟的。你成熟点，给我泡杯咖啡好不好？这可以，但你幼稚。傻大哥，别卡拽了。不会。哎呀！嗯，早。常总监早。这是什么？礼物。该不会是送给我们家小娜的吧？好男人。早。早。早。慢走。
代表技术部送你一份礼物，希望明星诞生可以早日点击率破亿。谢谢。张总。哎。晚上可不可以赏脸吃顿饭？什么？晚上见。来，二位的汤好了。谢谢。哟，今天这打扮怎么换风格了？那，认错人了，跟昨天那位俩人。那好，二位慢用啊。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？累了，想的事儿太多了。知道你累了，所以请你吃饭，看看海，吹吹风。谢谢。你怎么不好奇？刚才老板问你跟谁像啊？2046，你不是老说我跟那个2046很像吗？我总说。嗯哼。哦。嘿嘿。昨天他也坐在你这儿，出奇的像。我和他说我喜欢上别人了，他什么反应啊？跑了。跑了？嗯。为什么呀？不知道，伤着人家了吧？你还说别的了吗？我就说我喜欢上别人了。我曾经是那么的喜欢他，他可能有点不适应，我都担心。我会鬼迷心窍。你们男人不都这样吗？都喜欢2046那样的女人，都觉得她应该是你们的女神。好像是这样。她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漂亮。可是她自以为是，傲慢清高，以为自己长得漂亮，全世界男人都应该喜欢她。可是她忘了吗？男人都是只看脸的大白痴。你好像很了解2046，我猜的。怎么会猜得这么准呢？我肯定是不如她漂亮，但我们都是女人呐。谁说你不如她了？你很好。你跟她唯一的区别，就是差了一分打扮。你不要看不起这个打扮，不要不屑于打扮，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是对别人的尊重。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，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我认为你很适合流苏。什么？流苏？用用色字。流苏，带色字的东西，它可以让你变得更奔放、更狂野、更随性。So sexy， 这东西不是谁都能驾驭哦。但我以为你可以。柳苏，看什么呢？
你知不知道每一个饰品都有适合它的主人？你这一套和你，哎。对，我昨天晚上是说过我。对不起，你把这耳环摘了吧。真的很难看。你把昨天讨论的内容给我打印一份，一会儿我要用。嗯，好的。修改的部分也要印啊。啊，好好。嗯，刚上班就想我了呀？谁想你了？我只是刚好路过，来，给你的。什么东西啊？早餐啊？对呀、啊，快尝尝，看看好不好吃。嗯，闻着就很香，香不香？有媳妇儿真好。切，谁是你媳妇儿？不知道呀。不知道？嗯，开玩笑了，当然知道了。知道什么呀？我知道，冯琳丽。是我吕小维的亲媳妇儿，我吕小维只爱冯琳丽一个人。谁是你亲生媳妇儿了？除了你还有谁啊？啊 ？Sorry， 我们得干活了。没事，没事，你等我回来啊，我回来再吃，好不好？嗯，乖。不吃也别把饭打了呀！哎呀，彭总好。张总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没睡好还是落枕了？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。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盲人针灸，扎得特别准。你姐喜欢扛着，可能是真没睡好。我说的是真的。我带你弟扎过。那我们去扎。姐，滚！是这样，这个配件的匹配需要时间，它非常复杂，所以请你快一点，好吗？谢谢。我打电话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？我脸上有东西？没刮胡子？还是你喜欢我？你是不是招惹我姐了？刚才她看你那眼神，好恐怖啊！你不要吓我，
我真的会当真的。你要知道，你姐这个人，她……哎，你们家是？我们家里人都很正常的，除了我爸，还有我妈。我，反正我是正常的就对了。 嗯，你爸你妈怎么样了？我妈她回旅馆了，然后我爸现在在康复中心，这两天都是我去陪她的，我连家都没回。嗯，那我这两天是不是可以收拾收拾搬回去住了？随便啊，其实我爸妈都知道你住我家了，我都不知道你在躲什么。 我也不知道。哎呀妈，你别老那么大脾气，话好好说嘛。再怎么说，咱们也是一家人啊，对不对？他也配？你别说了，有他没我有我没他。你看，人你也送去康复中心了，我们也没管啊。走了，拜拜。这还不算仁至义尽啊？有事儿吗？走啊。 你等会儿啊，妈，一会儿给你打回来。谁拆的账？我拆的。我就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你要走了。我走你就拆我账吗？当然了。我还没走呢，你把房子拆了。我告诉你，张小娜，你呀，你摊上大事了。什么事儿啊？我是个巨蟹座。了不起吗？我是双子座 ，RH 阴性型。什么东西啊？你跟我说的是两个概念，这是另外一回事儿。我就说巨蟹座，那你说一只寄居蟹。 它在一个贝壳里，你把贝壳给砸碎了，你让它赤身裸体的暴露在海滩与阳光之下。这画面是挺美，但是我要说的是，螃蟹对于螃蟹来说，这是一种羞辱，你知不知道？哪里美啊？我就是想把它砸碎，让它晒死在太阳底下，它死。你为什么这么恶毒？你为什么要让它死呢？我讨厌你啊！讨厌我？嗯哼。我做错什么了？你骗我。 我认为你很适合流苏，更狂野 ，so sexy。 你把这个还债了，哈，那只是判断错误。上次给你介绍的医生，你去看了没？什么医生？你说什么医生？啊。 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最近太忙了，实在是太忙了，忘了。死丫头，这是你自己的事儿，你不能上点心啊！哎呀，亲爱的，等我忙完了，有时间了，我一定去，好吗？你干嘛呢？等你有时间啊。 干什么？你昨天晚上没睡好。对，失眠了。有一点。大姨妈来晚了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因为这些都写在你的脸上。你的黑眼圈太严重了。啊！黑眼圈，我去补一下妆啊。谢谢，不客气。诸位，今天早上7:32，我完成了我的工作。 现在我需要知道你们的结果，从你开始。对不起啊，我们昨天晚上已经加班到凌晨了，但是还是没有做完。小娜，齐总，这个方案我也尽快跟我们团队商量一下。你快点儿。嗯嗯嗯。 好的，我们尽快拟定合同，然后给您传过去，好吗？好嘞，好，好的，好的，再见。干嘛呀？阿坤出事儿了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赶紧去看看吧，快点。长青哥，我真是第一次觉得你这么帅。所有没有完成工作的人，这个季度的奖金取消。
帅呀、啊！小薇，你要记住，我们是技术部，这儿只需要技术人才，只要一个人有技术，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原谅，我可以容忍他的一切。我最讨厌的就是在公司里倚老卖老、混饭吃的人。我也特别看不惯这些人。刚才那一番话说的真是舒服。不过长颈哥，就这样把坤哥给停职了，会不会有点……他咎由自取。这次真的不同。阿坤他根本就没有什么严重的过失，最起码没有让公司造成经济上的损失，不是吗？你就这么开除他，怎么服众啊？啊，他是不对，他是不应该挑拨是非，让大家怠慢工作。但是你让他从总监的位置下来之后，你没有给他任何交代，不是吗？哎，你挨什么呀？谁都是人，谁都要尊严，对不对？他跟着全胜打拼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哎，再说了，他家里出那么多事，他跟你说了什么了吗？他不是一直在坚持工作吗？哎，你就这么开除他，难以服众。别说别人，这我第一个就不服。哎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你是在问我吗？啊，我说了算。你说了什么是不算啊？我觉得我姐还是挺牛的呀。心太软，哥，你不会还想把坤哥给赶尽杀绝吧？我跟他又没仇，也毫不关心。我关心的是公司现在的这个项目，这是最紧张的时候，我不需要有人在里边瞎搅和。正好你姐把他调到别的部门去了，也算是皆大欢喜。仁义，慈不掌兵。技术人才也要多读书哦。我麻烦你个事儿好吗？说，帮我去弄杯咖啡。咖啡？我也不想这样，我怕出去碰上你姐，没准你姐现在正在大演情感戏呢。那我们下不为例。OK。吕小维，吕小维，悠悠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还说呢，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。找我？对啊，当然是找你啊，不就吵一个架吗？你就真的不来找我了？哎，哎，你到底有没有想我？你，我，哎。上回吵完架，第二天我就后悔了。这些天，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你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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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不是你说要分手了吗？我不管，我就要跟你在一起。你说过，要我陪你一起环游世界呢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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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现在头脑有点乱，让我缓一下。乱什么乱啊，吕小维？对，我是有错，我不该耍小性子。可是你呢？你个大男人，你怎么一跟女朋友吵架你就玩失踪啊你？你什么意思啊你？现在不是你错我错的问题。那是什么呀？现在是，啊！我现在头脑好乱，你让我缓一缓。小维，你让我缓一缓，你不要跟过来，不要跟过来。小维，喂，小维。啊，行了，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。小维，啊，吕小维，你给我开门啊，吕小维。啊，吕小维，吕小维，吕小维，你后悔啊，吕小维！
小维。啊！你到底要干嘛呀？人家那不是在气头上吗？再说了，以前你也说过好几次分手呢，最后不都和好了吗？大不了算扯平。扯平？扯什么平啊？你以为这是爱情买卖，拿我当歌唱呢？我就问你，你走不走？小文，你走不走？我，你不走我走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先走了。那你再冷静两天啊。这车什么时候才弄好呀？就快好了，要不是最近因为工作没有什么时间过来这儿，早就完成了。哎，玲玲，你帮我去那个桌子上拿一下那个扳手，最大号的那个。我干嘛要帮你拿？哎，因为你是我老婆呀。谁是你老婆了？自作多情。你呀。玲玲，你看你这么温柔、贤惠、大方、漂亮，就帮我拿一下嘛，好不好？嗯，那好吧。哎，小文，嗯，我真羡慕你。羡慕我什么呀？羡慕你有一个温柔、贤惠、大方又体贴的老婆呀。对对。哎，小文。哪一个是大号的扳手啊？就那个圆头的24号。这不对，他们俩要碰上了，不火星撞地球了？什么火星撞地球啊？火，那你看。这个是不是很像一个火星？这个像不像地球？然后他们两个就撞在一起了。不好笑。不好笑吗？哎，玲玲，你是不是饿了？我给你去买一些你最爱吃的夏威夷果，怎么样？好啊好啊。那你在这儿乖乖的等着杰克船长回来哦。嗯，好，等着我。嗯。你，哎，哎，头盔呢？人家是骗你的，我要不那么说。你又躲起来不见我了。哎，你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你怎么还来啊？谁说我们分手了？我不同意。哎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行，咱们先不说这件事情。你，那个，你这么远过来找我，还没吃饭吧？我给你买的冰干果怎么样？你还知道我喜欢吃冰干果呀？我就知道你还是喜欢我的。哎，过来。哎，随你怎么想啊，但我跟你说，你千万不要进这个房间，房间里面刚刷完油漆，味道特别大，我自己都受不了，真的。你就在上面乖乖等我，好吧？那我听你的啊，你快点回来啊。行，你在上面等我啊，我马上回来。那你快点回来啊。好吧，分两个袋子装。嗯，黄色一袋，红色一袋。
琳琳，来，快尝尝杰克船长给你买的爱心零食。怎么是碧根果呀？不是夏威夷果吗？哦，肯定是那个老板，我刚都跟他说了夏威夷果了，他给我来个碧根果，肯定是他听错了。哎呀，没事啦，碧根果也挺好吃的。不行，我老婆要吃夏威夷果，我就必须得给她买夏威夷果，其他什么果都不行。如果我连这个都做不到，我还是个男人吗？你在这给我等着，我立马就去。哎哎哎，走着。悠悠，嗯，哎，你吃吧，吃完赶紧回去啊！我一会儿还有好多活要忙。我陪你啊！别，真的不用，我忙起来顾不上你的。反正我不走。哇！哎，啊，这不是碧根果啊，怎么是夏威夷果啊？啊！一定是那老板听错了，我明明跟他说的是那个碧根果的。我不管，那你就在这儿乖乖等着我啊，不要乱跑，等下我回来找不到你，在这等着我啊。嗯。还有这个碧根果，还是分开装吗？喂。喂，那个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再带瓶水啊？我有点渴了。好。来，你要的水。嗯。你要的夏威夷果。哇，夏威夷果。快吃吧，谢谢亲爱的。不用谢，小事儿。还喝水，还不给我赶紧回家？你说什么？嗯？我说那个，哎，来，你看这个夏威夷果，特别好吃。当当当！火星撞地球喽！我说那个，来，尝一个。喂，长青啊，救命啊！长青，我要做点什么吗？啊，我知道了。好的，明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我马上给他打。OK，拜拜。怎么了呀你？怎么满头大汗的呀？还不是因为你，你让我买这买那的。我怎么了我？干什么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我哪样了？这是我的家，你要干什么啊？你家要怎么样？这是我的地方，你拆了我的房子，我没找你赔钱，我自己又花钱盖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在我家盖什么房子呀？我凭什么不能在你家盖房子？这是我的地方。
谁告诉你这块地方是你的？你曾经告诉我这块地方是我的了，我相信了，我有错吗？这儿现在是我的草坪，现在这条线以外是我的墙，你进不来。哦吼，是吗？你干什么？哎嘿，我整个人都进来喽。你违法，你要演墙吗？站在这儿 ？No， 我要演你的主人。你去你的吧，我的主人是神灯。你啊，有什么事跟他说，我现在要去客厅打电话。不要再打搅我。啊！地震了！地震了！不好意思。快跑吧！你疯了？疯了吗？喂，常总。啊，好的好的，常总再见。搞什么呀？大周末都要人加班，完全气不过实习生。啊啊，然后，啊然后。然后什么呀？你怎么还不走？我为什么要走啊？姐，我回来了。你怎么那么晚才回来？姐，那个我可能有件事儿想跟你说一下。什么事儿？这么严肃啊？惹事儿了？我谈恋爱了。哎呦，谈恋爱就谈恋爱呗，你显摆什么呀？谁没谈过恋爱啊？你不好奇我跟谁谈的吗？好奇啊，跟谁啊？嗯？方琳琳。我的下属冯玲丽。姐，我是真的喜欢她。那你跟她说咱俩关系了？啊，这件事我打算不那么快告诉她。你不说是对的。但是我觉得东方交大那件事儿，这事儿你肯定不能说，无论哪件事情你都不能说。为什么？当初你跟长青非要拉我下水，对吧？现在你又跟我的下属谈恋爱，万一哪一天他跟你吵架，他作，一下捅到上面去，你吕小维假文凭一张，还跟我是亲姐弟，这怎么办？怎么收场啊？你肯定没工作了，那我也被殃及池鱼了。长青也没有好下场，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你怎么能做呢？对不对？不对，林丽她就不是这种人，她不会说的。她肯定不是个坏孩子，但是她这里啊好像有问题哦。你看，那文天星就给她那么一点点甜头，天外飞仙那大 IP 的项目是谁说出去的？谁透露出去的？她可能是比较单纯，可能是有点傻，但是他绝对不是故意这样子做的。是是是是，他肯定不是故意的。他要是故意的，这个孩子就不能要了，不是吗？你不跟冯玲丽说这两件事情，是对他好。对他好？对啊，你想一个人心里面知道一个巨大的秘密，那种想与人分享的感觉吗？然后你就要保守这份秘密，那很辛苦的一件事情，而且是两个秘密哦。你仔细想一想，是不是？哦，
姐，我的人我搞定。哎，你跟我玩什么黑社会这一套啊？什么叫你的人我的人啊？我飘飘了，你信不信？